去，哪来的怪物？吓死我了！手机也摔坏了。老板，你看我这个换手机值多少钱？嗯，这个手机不值钱，你看就值这个盆。哎，村长。哦，狗子，我把我这个换手机给卖了，你干嘛？别往这儿卖呀！正好给你安利最近很火的转转 APP， 他们回收价格是真的高，来先上车。我一台很旧的华为都能卖2000多。 还有免费上门取件，不用出门就把手机给卖了，那真的是方便啊！赶紧去下载一个。哎哎哎，好的，老板，我一定办，马上就办，老板。啊呀！我去！炸弹妖怪竟敢攻击老百姓！啊哦， 妖怪，看枪！啊，这么厉害，快跑，快跑！大王，怪物凶残，还用火炮对付他吧？好，把我的手机拿来。大胆，我砍了你！大王息怒，手机坏了，不用发愁，给您推荐最近很火的转转 APP， 他们回收价格真的是高。 一台很旧的华为都能卖2000多，还有免费上门收件，不用出门就把手机给卖了，真的非常方便。这么好，那把王后的手机也拿去换掉，还不快去传令？嗯？车怎么走不动？ 拉上我，不然别想走。那你上来吧。哎，好了，走吧。